石头抠出来那一点，就是他手上我这样站的，这个看出来吗？戴一个僧帽，我知道你没看出来。然后第一个，第一个是孙悟空，是这样子的，这样的。第一个，然后在前面看一下没有那个妖怪啊，白骨精之类的。后面那个就比较牵强一点，他没有头发嘛，有沙僧。